今天俺老孙来一个油泼面呢，啊，现场泼油啊！哇，看着好辣呀，太过瘾了！好吃啊！下面蘸一下。老铁们，看看啊，没有拆封的，俺老孙尝尝它。哎，俺老孙试试啊，嚼一嚼，如果特别辣的话，给俺老孙来个支持，谢谢，谢谢大家了。下面咱们把它剥开啊，哎呀，飘着辣椒油呢，里头肯定特别辣吧。让老孙尝尝啊，师傅，救命啊！师傅，啊，嘿嘿，好漂亮啊！一会儿给师傅带两根过去啊，继续吃，继续吃啊！哎呀呀呀，好甜呐，真甜呐，